坐，然后你转上来，它转的是用回转，用回转，手松松的就好。好，我们手都不用力哦，你手一用力碰到对方，对方就知道你的动向，它就跑掉。乖乖红字，乖乖红字。好，三个点，太极拳要打人家是打在那个拳打的不吃，这样打为什么人家给你乖乖给你打？因为他不晓得你动向，他才会乖乖给你打。他如果知道你的动向，你知道你有，你的会抵的，会隔你，把你拨开或者隔开或者挡开，或者跑给你追了。好，所以人家他知道人家你知道说你就不晓得你在哪里，不晓得动向，所以他以前打出来，他现在以前就一直打，不会。好，除非说我用力的时候，我稍微加上重力上去，它才会打得痛，不然它会一直往前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的手都不用力的，像我这样松松柔柔的就好了，松松柔柔的就好了。好，右手搬，左手拉，好，右脚踩，踩稳之后松过来，好，左手转，左脚放松。好，这样 OK。好，观念在腰腿，观念放在腰腿，不要放在手上。好。这样了解吗？好，观念现在放在腰腿的松变化，不要放在脚上，好，不要放在手上，好，好，来开始，打个开片，好，汪公树，别别动，汪公树，针步来，好，针步两手落，好，左旋转，重心交左脚，好，回力带起来，用回力转，把回力转动腰腿，好，带起来，右旋转，好，这手，这个手，这个手，这个手本身就好，它随着转腰带上来就好了，好，整个带上来，右手扳，左手拦，拦，手掌要张开，好，轻轻的去贴住对方的手就好了，好，拦。右手握拳，好，右拳转，重心加右脚，不要身体倒，哎，这个时候不要身体往这边倒，右脚要松下去，右脚要松下去，右脚松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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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右脚要松下去，往右脚松下去，右脚要松下去，好，好，左拳转，出左脚，出左脚，对，换左脚松下去，左脚松。
让这一段那个零。好，刚才了解吗？好，那、啊、这个手刚刚讲过，这个手右手扳，左手这两个手要联动哦。哦，你这个手不要这里跑，这里这里往这里跑。好、哦，这两个手是联动的。好、哦，气外感好久，就先讲了。好、哦，为什么两个手要联动？因为道理很简单。我这个手联动的时候，第一个，我这个手联动的时候，我一动这只手去接人家的手，第一只手是做什么用？第一只手是控制去打开门户用，一起去玩。好、哦，你如果打不开对方的门户，你根本进不去对方的那个圈里面。你看，我如果进不打不开他的门户，我要进不去，就是打不到他。但是我这只手我上去之后，我一松开，我一扳，你看是不是他就下来了？他被我打开门户就打开了。这边可以打上去，好，或者打这边，好，对。那如果说我这个手没有扳，这个这一手直接这一手没有作用，这一手就打上去就没有用啊。大概有。那、啊、这一手相对的，你看这边下来，我这一手，好，我这一手要进的时候一点进去，你看是不是控制它，对吧？这一手才可以进，好，看到吗？那、啊、如果这一手没有控制它，我这边要进的时候一滑，这一手没控制，就把我推开了，很明显嘛，啊，所以你看。我这手这样控制它，我这手可以打它。那我但是我这手如果要用的时候，手一定要这手控制它，我这手才进得去。三只，哇，好，因为如果说不控制它，你看我要进去，它是第一步。它但是我这边贴住它，你看我就拦住它，一拦，你看它这手上不来，哇，好，这是这样。所以它为什么乖乖给我打？因为我前面这一只手去打开它的门路，控制对方，好，控制对方，让对方的身形。劣势，他的身体处于劣势啊。什么叫处于劣势？像他这样过来，如果我这样子，他有没有处于劣势？没有，他是手可以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这样子接，他是不是就处于劣势了？对吧？这样我打他就他的拳，他那拳打过来没有用啊，也打不到我啊。对，他继续我后来就拍到我后面那个头，那就不得了，他被上脚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取得是。就是开一个就是第一个上去就是要取得顺势，中，但是你要中柔，如果你用运力，你看如果我用运力，上去我用运力，你看我怎么取得到？要给掉，我跟你，啊不要我都接到叮当啊，再讲那个给掉，那给再力行力我给掉啊，我都写个叮当啊嘛，对吧？二标我怎么上得去？我就上得去啦、啊，但是。你看，我本来是跌掉，我把那三米外边的吃的，我没有啊。你看，我才放松而已哦，好不好？就完全情绪完全没有啊。好、哦，那了解吗？为什么他一整段没有放松？因为你放松，你才转动灵活，第一个变化比较灵活，第二个你才能容易取得顺势的平衡。好、哦，你的平衡才不会受影响，不容易受影响。你哪先？